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是胡夫奇胜。我们今天的话呢，来介绍 World Toys 推出的 Beast Box 系列，来到第23号啊。当然中间有很多号码，我先跳过去了啊。那因为我这一次呢，一次入了四个。那我的话呢，会先挑这款蛇颈龙，因为恐龙的话呢，我最喜欢就是蛇颈龙了啊。第二名大概是剑龙，再来是一个三角龙啊。我比较喜欢有重量感的恐龙啊，那种天上飞的啊，或者是那种两足啊、奔跑型的这种速度型的恐龙呢，我个人是比较没有那么有爱。然后呢，这个人物卡的话呢，非常的漂亮，这个盒绘我很喜欢，以及的话它是一个纸质的一个材质，这也是我个人比较有感情的人物卡。那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像是章鱼的东西啊，诶，章鱼还是乌贼啊？尖头的是章鱼啊。对，圆头的叫乌贼，对不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这个部分的话，在玩具里头呢，是以一个类似于是一个子弹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啊？它的话可以扣在这个地方。那本身拿下来的话呢，它是没有其他的一个变形的一个结构啊。如果说不是看到那个人物卡的话呢，我还真看不出来，原来这是一个章鱼啊。那各位你知道一下就行了啊，并不能够喷吐墨汁啊，也没有其他的触手攻击啊，非常可惜。那这个的话呢，就平常在我是小加分点吧啊，这个在组合成方块的时候呢，也没有其他特别可以安插的地方，暂时摆到一边去。那你可以看到它身上的一个透明件，它的透明件用的很妙。首先的话呢，肩上啊不对，背上这两个部分，还有尾巴啊，尾巴这个地方这两个透明件啊，记得把它给展开。那最妙的还是它那个眼珠子了，各位可以看一下，其实它的眼珠子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透光性。OK， 然后呢，如果我把它呢啊，我们稍微弄个特殊的灯，然后稍微打一下。所以它的眼珠子的话呢，是会有一个透光的一个效果的。那么呢，它的一个眼珠子的话呢，也并非是只有一个透光，它内部还有做出一个眼珠子的一个刻画，然后细节的话呢，也做得相当不赖，非常到位。涂装也是一丝不苟啊。这个 World Toys 的一个 Beast Box 呢，几乎在 QC 上面呢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以人物的造型美感来说的话呢，除了正面这个地方比较空洞，还有后面啊这些地方稍微空洞之外。其他一个蛇颈龙的形态呢，我个人是觉得做得很漂亮，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真的很喜欢。但是呢，它的一个脖子的话呢，并没有办法像合绘上面画的一样，把这个头再抬得很高，并不行，还是稍微有一个往下垂的一个感觉。然后呢，它的一个嘴巴是给张开的啊，这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加分哦，这个地方可以张开，而且呢，还有一个还算可爱的牙齿的一个刻画，非常非常的 Q。可动的话呢，这个地方头可以低下来，然后这个地方的话还可以做一个旋转。这里有一处的关节，另外一边的话呢，写着一个 NESS， 不知道是不是尼斯湖水怪 NESS 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意义啊，我是随便想的。背部这个地方可以转动，这个呢我可以往下翻一些些啊。鳍的话呢是可以这样动，前后也可以动，以及这块部件的话呢，变形成这个蛇颈龙的时候应该是往下压啊，应该都是把它往下压的。以及呢，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往上推呢，它有一个联动的效果，两侧的话呢会伸出这个攻击用的一个火炮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妙的一个联动啊。War Toys 的玩具好像猛兽侠系列吧，好像这是第一个有一个一个联动的一个机关，应该是第一次吧啊。那配上这个联动之后的话呢，感觉就一个战斗的形态就更加的强烈啊，眼神也是比较凶猛啊，就符合它一个 Beast Box 猛兽侠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理念，非常非常棒的一款啊，我个人是很喜欢，也没有比较小的一个我脆弱的部件也是没有的。这个根部的这个尾巴也是可以做一个扭动转动，然后这个里有一个上下的一个关节，不过这个关节只能往上折啊，并不能够往反方向折，折下来是做不到的，这里可以，但是这一段是不行的，左右可以动。然后呢，尾部的这个部分啊，是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张开的。然后这个地方的支持力度呢，因为是一个球形关节啊，可能有时候会稍微的去支撑不住。不过呢，这都是瑕不掩瑜了啊，本身还是一款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兽形态啊，这种蛇颈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那我们呢，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把这个地方呢往下拉。拉下的情况下呢，这个部件它能够顺利的去压下去啊。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呢，是比较困难的。然后嘴巴合起来啊，闭嘴，然后呢往下面反折，放到下方来，到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OK， 然后另外一侧的话呢，把这个尾部的话呢从这放下去。那放下去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这里两侧啊有两个凸，它是要扣进这两个凹槽的。记得可以先把它给扣进去，再把它往前面放过来，然后呢两侧的这一个部件的话呢往上翻。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把这两个这个透明件的这个凸呢是转到朝外侧的。再来的话呢，我们原本在龙形态下呢，这个两个部件是往下压的，这个时候把它往上面往外推，
再来呢把这一块部件的话呢，这块部件给做一个反折，在这里反折这边，然后放下来，放下来之后的话呢，就从这个地方，记得这里有个缺口扣灰色的凸，以及呢这边这个缺口呢去扣这个透明件的这一个凸啊，这个地方的话呢可能要稍微练习一下啊，稍微练习一下，并不是那么样直接可以扣进去。而且这个透明件的话呢，感觉是稍微有点脆弱啊，大家还是变形的时候这一带稍微小心一点都可以啊，并没有很脆弱，但是你还是要留意一下，千万不要太暴力啊，这个看到透明件的话呢，就自动的去小心一点点，这个地方扣进去啊，这里一样，两侧，一侧两侧把它给扣进去。那这个主要的前面这个旗的话就比较简单，往放下来就行了。那它这里其实也是有一个卡扣的，这里是有块凸啊，扣到这个地方，这样放进来就可以了啊。这个变形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而且很直觉啊，非常直觉就可以把它变形到位了。到这边，那最后就只剩下上方这个部分了啊。上方这个地方很简单，就是把这个，你看到吗？这里面是有一个凹槽的，就是把它的这个凹槽呢去包住这一个灰色的这个连接杆。那转哪一侧都可以，两侧随便转啊，都可以转，然后把它给按下去扣上，这样就行了啊。这一款这个Dark Wave 哈、暗潮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非常非常简单，流水流畅。那至于这个章鱼的这个部分呢，说真的啊，除了扣在这里之外呢，我已经想不出其他比较好的一个安放的一个地方。说明书上面呢也并没有特别去讲到这个地方，而且你扣上去之后的话呢，就无法顺利的呢去收进这个盒子里头，是比较可惜的啊。所以那个章鱼的话呢，那条咸鱼你还是自己煮吃了吧啊。那这个的话呢，应该是它一个正面，看上去呢还算有点设计感，对不对？这个橘色的透明件配合这个条纹，刚好都是一个直线条的，然后这里配上两个横线条，这样看起来 OK， 有一个还不赖的一个设计美感。正面，好吧，应该说上面这侧边，然后这个透明件啊，有一个恰到好处的点缀啊。基本上这一款呢，可以说是我在War Toys 的这个 Beast Box 里头，这款可以说是我排到我几乎是我应该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前面的名字了啊。除了本身它的一个蛇颈龙的形态是我喜欢之外呢，变形的简单呐、还有一个配色来说呢，都是我个人非常非常推荐的。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